什么第五箱？已经天已经第五箱。多金杯算是辛苦，只要三点五，你是你修行。凡人七子七世，你认为有何问题？我认为凡人七子失了理智，遗了内心情绪的部分。可能受到外界因素刺激，以灵魂在经过心痛期间，我又为情何有用？这我并不清楚，但内中有地水意识物，依照专灵机制，以雄鹰为目标。如果地水是物，我强化你掉。一时无可能转悠，事后我暗中再用经过其他调查，但已经是残破不堪，无任何线索可循。如果你高是新军，那当初安排撤出的鬼牛天花不就问题了？这目前无法肯定，因为经过其他并非秘密。这段时间，有不少人士探望过詹林妻子，任何困局之中，拢一定有疑点的存在。看起来这件事也进行疑点重重。撇开普前辈所说第二人，究竟是谁？你最近的事情真真。以前的心中最近的麻烦有我心之心而恨了。是啊，就连何坤伦前辈泄露，我也万无逃生。我已经尽量把你注意了，无人会惊起公民，你已经派出叶修天去调查，以后今晚的任务我满载。我来只有等了。对，你对我的心情如何处理？虽然只有外貌一清楚，但心气四散不慌，行踪不定，咱只能随时注意武林的逆风。嘻嘻，你是什么？一首叫做《对酒》的流用，素还金针，我家就是素还金。请问姑娘是？我乃断案西风，原来是碧寒浦前辈秀妹，一位说故地，早前将我掠走迄个面上有疤痕的人，昨夜暗做窜进鬼娘冰府，窜进鬼娘冰府，一棍，我与他修鬼所交，伊就离开了。姑娘应该将此事转达鬼娘夫子，让他小心处置。我知影，我只是顺道来问应贵人的下落。真抱歉，说我不清楚。自从看门之间贵后，拢是夫子的照顾。好吧，我先离开了。来匆匆，去也匆匆。面上有伤痕的人，你要笑容。